难选哦。很难选哎、欸。他们很多人来过哎、欸，而且看起来爸爸有来过两次。那我递一下那胡椒粉哦。好。哦，他辣椒看起来也很猛烈、欸。嗯。哎呦！哦，你这汤太多了吧。失手。我这边真的蛮多人来的。汤匙，汤匙。想先吃。对啊，这里真的很多人来过哎、欸，而且看起来爸爸有来过两次。哦、这个中一，这个也是中一打击了。那、欸、你是007啊？哦，没有啦，都是同一年。那他那个是12月啊，哦、他那个是7月。哇、哦，他那一年就来了两次。对呀、啊，有这么好吃哦、喔。这家，我这个是馄饨板条，这是客家的那个板条。对啊，这个是客家的那个面，干面。干面，客家干面。这家真的超多人来吃过，看他墙上是满满的照片。光刚刚那个。端上来就很香，对啊，而且你看它超大碗那些、哦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这个老板娘这个是鸡胗吗？你的鸡胗咸水鸡胗好好吃哦。这个它用那个凉拌的，嗯，这个很好吃哎，那这个。老板娘刚端上来这个是，这是我们甜店的招牌。招牌吗？大骨肉。大骨肉。跟一般的瘦肉不太一样，吃起来就是滑嫩。这是牛肉。嗯，猪肉啊，大骨肉应该猪肉。没有人说这个是脸颊的肉。哦，那很嫩哎。嗯嗯。你可以帮我挖一匙汤那个辣椒，你们那个辣椒看起来很厉害。我们自己做。哦，你们自己做的辣椒酱。嗯。你建议我们这个要加醋吗？要，要加一点醋，因为醋的话它可以那个去油，所以这个醋是也是你们自己做的。对，我们的客人是最爱的。哦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哦，你醋香香的，很甜的感觉。它加那个醋啊，真的有一点不一样，整个汤变更甜。对，我会觉得它汤很好喝，嗯，都想把它喝完的那种。它那个胡椒粉也很赞，这个吗？对，然后是啥？虽然刚刚失手，但是它其实它不会咸啊，那就是一个胡椒香。哎、欸，这馄饨很好吃哎，它馄饨是属于那种皮很薄很薄，然后一口刚刚好的尺寸，嗯，很好吃哎。黑毛猪肉，嗯。对，很 Q， 我觉得你们的小菜也都好好吃哦。哎，它板条很好吃啊，很 Q 啊。板条就是这边招牌啊。啊，这个很好吃。对啊，那个超好吃的。所以我今天点的这一个是馄饨板条。啊，馄饨板条有蛋有肉。哦。它的蛋是这样的卤蛋，都鸭蛋。哦，这是鸭蛋哦。干面的话，好吃在那个洋葱酥。哦哦，有葱酥这个吗？嗯，哦，它鸭蛋很香哎。鸭蛋。鸭蛋吃起来比鸡蛋更有嚼劲，卤得很香。哦。你的时间有够。有。很入味。而且它配汤超好吃哎，这样一碗是多少钱啊？嗯，一碗才100块。我可以天天吃。你真的找到你命定的面店了。嗯，谢谢老板娘啊，谢谢，好好吃哦。有没有吃一点干面？好，它的板条跟面都好。面食就是很厉害啊。嗯，嗯，它油葱酥的香味好香哦。对。哦，它面条跟一般的黄面不一样哎，要更 Q 了。还有那个酱。嗯。那葱也很多啊。嗯，它吃起来跟一般黄面完全不一样的口感。嗯，喜欢吃面的朋友会很喜欢吃这个哦，很 Q。你比较喜欢板条还是面？我喜欢馄饨，那我喜欢喝汤。对，我觉得它的汤真的很好喝。还比较喜欢哪个？难选哦。很难选哎，我可能也还是会选板条，因为它板条的汤真的很好喝。但板条也蛮 Q， 而且很 Q 啊，比较特别啦，我觉得客家板条比较特别。